净化心中缘，世间所有万物，齐心赞颂上主。为了为阿君王的胜利，一休各合心主，不是万民尽民故中原，因为有神之王的光辉，驱散了黑暗，照耀这世界。我们迷失无神教会，要与我们同乐，天主的子民共聚一堂，同声欢唱，庆祝基督光荣的复活。我们全心全力，同声赞颂无形和坚毅全能的天主神父，并称扬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向神父还清了亚当的罪债，并为我们痛苦牺牲，免除了我们应受的处罚。现在是我们的逾越期间，真正的代罪羔羊为我们做了祭献，他的宝血为无心者和家平安。在这一夜，你争取了以色列的子孙，帮助他们逃离埃及，安度红海，摆脱了奴役他们的敌人。在这一夜，你借着火柱的光芒，驱散了罪恶的黑暗。在这一夜，全世界基督信徒远离了邪恶，抵除了罪恶，恢复了神宠，加入了圣者的行列。在这一夜，耶稣基督摧毁了死亡的锁链，凯旋地走出了阴府。神父，你对我们的照顾令人惊奇，你对我们的恩爱无法估计。为了拯救奴婢，你竟然将孩子舍弃。亚当的罪过的确有必要，来基督的死亡一笔勾销。天主救人的计划真是深奥。啊，心。
罪过，已经为世人赚取了如此伟大的救赎。这真是神圣的一夜，他为我们去除邪恶，涤除罪过，使多者同心悔改，给有苦者带来喜乐。这真是幸福的一夜，天上与人间都走出了唯一之路，天主与人类在和好如初。在这神圣的一夜，祈求神父父听我们的祷告，收纳我们的祭献，教会接受与你拣选一生之人员，将奉你至圣的蜡烛，称颂你到你台前，代表我们对你的心愿。上主，我们恳求你，使这杯光荣你而奉献的蜡烛，驱除长夜的黑暗，常燃不息。愿这蜡烛的光芒，为天主所悦纳，犹如馨香，加入星辰的行列，照耀四方。愿这烛光常燃不息，直到消弭自心的神奇，这永远照耀的小明之心，就是自己度自己。他已从死者复活，光照普世，他是你的神子，永生永。第二部分，圣道礼。
照他的模样造了人，造了他们，有男有女。天主降服他们说，你们要生命繁衍，充满大地，治理大地，并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天主又说，天地所有结种子的蔬菜、结果子的各种果树，我都赐给你们作为食物。至于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地上的各种野兽，以及有生命的各种爬行的动物，我把青草给他们作为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天主看着自己所造的一切都很好。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Thank you.
天羔羊基督的牺牲所完成的救生工程，比第一次创造的时间更为奥妙，这是天主有神有望。但是以色列子民却在海中干地上
官，都敬畏上主，并信从了上主和他的仆人梅瑟。那时，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这首诗歌，歌颂上主说。
色列将主住在自己的国土时，他们的品行和行为玷污了那地方。由于他们在那地方所流的血，也由于他们的偶像玷污了那地方，于是我便在他们身上发泄怒火，把他们分散到一林中间，让他们遍布各地，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加以惩罚。他们到了一林那里，仍然亵渎了我的圣名，因为有人谈到他们，便说这些人原是上主雅威的子民，但他们却该离开他们的国土。但是我爱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族在一民中间所亵渎的圣名。因此你要告诉以色列家族，古主上主这样说：以色列家族，我做这事并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一民中间所亵渎的圣名。我要使我的大名显示他的圣神，就是在一民中间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一民中间所亵渎的圣名。当我在你们身上，在一民眼前显示我的神圣时，一民便要承认我是上主了。五主上主说：我要把你们从一民中领出，从各地聚集你们，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国土。那时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们，剔除你们的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在你们骨内注入一种新的精神，要从你们的肉体内除去那铁石的心，换上一颗血肉的心。我要使我的神进到你们骨内，使你们遵从我的法律，恪守我的诫命，并且一一实行。这样你们将安居在我所赐给你们祖先的领土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天主。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因为
样我们就不再做罪恶的奴隶了，因为已死的人便摆脱了罪恶。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相信我们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的中复活了，就再不会死，死亡再也不能控制他了。因为他死了，是为罪而死，一举而尽全功；他活着，却是为天主而活着。你们也要这样，就最方便说，当看自己是死的，但是你们在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生活的人。天主的圣言。
天主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可福音。好了。
权王回的一切子女吗？信权。你们信权王回的一切诱惑吗？你们信权的那些主圣父撞上的电梯吗？你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如同圣玛利亚天圣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现今在天上享受光荣吗？你们信圣神、圣和公教会、诸圣的先锋，罪过二十年，若是个复活和永生吗？
你们在基督内里成为光，你们的灵强能力一体一动有如光明之子，好真心的三度一生，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能和诸位神圣共饮与天庭。亲爱的新教友，我们已在基督内作证，真理基督和他实际成名作根一份子。现在你们还要领受圣神，这降临到你们中间的圣神，在五旬节那天，曾有救主派遣，降临到使徒们身上，以后使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又将圣神赐给了灵性的人，所以你们同样也要领受主所提及的圣神的德能，好使你们更像是基督，能为主的同样以复活作证。主内教会的集体共治，在信德和爱德中接触基督的奥体。亲爱的圣灵姐妹们，请向全能的天主父祈祷，求他把圣神蕴含进驻到这些心灵系的人身上，愿圣神以他丰富的恩宠坚强他们，并以他的富有使他们像是天主子基督。
就是拒绝魔鬼和他的子女，定要忠诚的侍奉天主，不守教会。所以，你的拒绝魔鬼吗？拒绝。你的拒绝魔鬼的一切子女吗？拒绝。你的拒绝魔鬼的一切诱惑吗？你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如同圣玛利亚诞生，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现今在天上享受光荣吗？我们信。你们信圣神、圣德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和永生吗？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恩赐我运昌隆，民生安乐。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祝福我们，请为我们的生计祈祷，求主恩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经济繁荣。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祝福我们，请为我们本堂区祈祷，求主恩赐教友性格活跃，虔诚热忱，相亲相爱，守望相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请为我们新灵洗的兄弟姐妹祈祷，求主赏赐他们上进教育的职责，一生做虔诚积极的信徒。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
以色列的心和祈祷，把全天的圣父受到各种各样的圣祭。耶稣君临受到我的祈祷和奉献，是这里有一夜安静和爱舍的祭司，到你的主佑，这边我们有神的圣灵，在这天主有神有光。我们的主教有圣主教，以团体圣。
从祭祖中日出世，就得着教导来感上。我们一天不愿意比比手闲呀，愿意你过来里，愿意你只一同心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就以今天就以我们的用力食粮，就以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求我们免于羞恨。上主日你走你在走走的走了和尚和尚平安，恳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多免罪恶，低下一座老钟，报答满全所有的学生，期待人生的幸福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六4月7日温馨的提醒大家，是我们华文教促进会以及信仰培育班诚意为大家呈现的这个因他复活、因他活着复活节音乐祈祷会。那我们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与。这一天晚上呢，我们在7点开始我们会有自助餐。那么7点吃饱了以后，8点呢就开始和我们的中学组的青年呢一起歌颂赞美天使。另外一项活动也是在4月15号，这一天我们有简别谈圣经，那么以轻松的方式、粗浅的内容来谈论圣经，主讲人是黄敬龙神父，时间是下午1点到下午5点，地点呢在祈祷室，同样也是由我们来供应。那么这两项活动，我们都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这个餐具呢带来，我们一同响应这个环保。另外第三项报告是在5月1号星期二，这一天我们将会有晋升师伯大典。Dominic 陈忠勇执事、Simon 刘志坚执事、Xavier Andrew 执事将会在2018年5月1日星期二，在嘉里圣家堂举行这个敬国典礼，时间呢是早上10点。那么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一同出席还有见证。那么也请大家为这个执事们呢祈祷。促进会将会提供福音车前往这个目的地，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联络黄丽霞姐还有黄月姐姐。好，今天的报告到此，谢谢。时间你们准备好过后，我们就有一个派遣。